为什么要请我？我以为是来请我当学徒的，我有点害怕。我为什么要来呀？我觉得要完了，很紧张。如果是拍这一段戏，我肯定是有信心的，但是一把它放到舞台上，我就特别害怕。我就有点担心我声音有很小吗？舞台就是一次下来的，就万一不完美了怎么办？我这个是我最担心的问题。